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胖。最近这个学员保护也是返场了早期上架的这个宇智波斑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忍者的实战效果。这次的实战的话，我是用这个忍者来保底的。对面这个查克拉的百战不灭大蛇丸还是挺难打的，我前面这两个忍者就直接白给了。看到那边大蛇过来，我这边顶了一个螃蟹，想要快速提升，抓了一个护摇，但是忘了他是用了一个受击技能，手里还有替身的，结果这一波被他拿到先手。对面手里已经有四个豆了，所以说大概率是我替身以后直接反手开大，所以说我们稍微注意一下，替身以后先用普攻 A 带一下，如果他开大，我们可以直接开个霸体快速溜出去。虽然这个时候把他奥义引出来了，但是想要抓到后摇还是比较难的，因为要需要一个持续攻击，一技能肯定是不行的。二技能我们可以用风盾过去，但这个稍微有点偏差，被他直接跑出去了。不过这个地方被他蹭到一个豆啊，还被他拿到先手啊，他手里查克拉已经好了，所以说又有三个豆，我们稍微等一下这个二技能替身以后快速把他给带走。他最后剩一个解除伞的绘图二代，那我手里还一个通灵，同时霸体的话被他这个解除伞有点克制，所以说我们开局需要注意一下，直接一个完全体驱走农夫拿了先手，他秒替了以后想要抓我后摇，我们快速往上面走，顶过他的一个抓取。其实这个地方如果我顶霸体的话，他可能反手直接一个解除伞把我霸体给破掉了，刚好我一个通灵把他秘卷跟通灵直接引出来，那这一波我是赚的。我们稍微普攻 A 他几下，他如果提升，我们反手先用虚佐农户顶一手，这个时候我快速再往上面拉，躲过他另外一个技能，然后反手直接普攻拿了先手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快速长按二技能拉一波伤害，然后再用一技能打一波伤害，这样的话我能量条又满了，下次长按一技能直接释放一个完全体虚佐农户打出一个更高的伤害。我们普攻 A 他一下提升，我们快速秒替，因为他手里解除伞已经好了，如果不替的话我这一波就直接没了，躲过他的技能，上面直接撑杆掉气势，被我拿到先手，那你这个肯定就没了呀。好了，这就是宇智波斑保底翻盘的一个实战效果。今天视频到这里，下次见，拜拜。